以前的我的年代的时候，我来写五十，我父母都不给我写了。都是因为巫师都是喇喇仔啊，那种黑社会的，很多人在地上是跳得过，然后上到上面他就有一点怕了。加油！请问你可以找出那个奖奖座出来吗？师傅可以看你踹看一次拿石头的。可以啊，震惊了我的表情。这找哇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在里面。哇，这个是我的愿望。哇！抬头，抬头。我的脚，我的脚。祝你没有曾经在高档座上面跌过最严重的。就是断了这边，那这个跑出来，还有一个我最高分的。最高分。到现在还没有人破的，我看哪一个。到现在还没有人破。我到最后的时候是总冠军。希望这些小朋友啊，能看到这个武士放下手机，然后你会把这个文化传承下去。可以。到以后你的子子孙孙都还会看得到这个。武士的文化。